我是想说，我需要一个朋友。我现在这个时期呢，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所以很需要一个朋友。你听过一句谚语吗？这个谚语说，一个外科医生，如果只能交一个朋友的话，就必须交跟他同一个手术室的麻醉医生。所以，林一鸣，你愿意成为我在安和医院的第一个朋友吗？你这是什么谚语啊？是你自己瞎编的吧？那行，想想啊，是愿意还是不愿意？还用想吗？那勉强就算了。我愿意，愿意和你做朋友。